哎，怎么今天我请你吃个饭嘛？你怎么磨磨蹭蹭的？几点的？都5点钟了呀！走吧。下午5点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准备去街上吃饭了。我请大姐吃一个小晚菜。好吧，你非要请我，我也不跟你争了。走吧，小晚菜我也请你，你请我，谁跟谁呀？那 A A 制吧 ，A A 制也可以。那个组队啊，长期组队 A A 制的话好一点。今天是到我的地盘上了，没关系的，我请你吃。也没事的。对，我请你吃没问题。要不要帮忙啊？哇，买的全新的，哇！今天第一次坐这个洋车呀，嘿嘿。这上面好像没有踏板了。哦。我看了一下，但是比以前大，应该不比以前稳的。好大一个哟！哇，这么大一个啊，比以前大得多呀！拿过来搞，那边有草不平，走吧，弄好了。要不要打气啊？哇，好重啊！不用，我导航一下啊。好的，把篮子先装上吧。请上车，请上车。我好重，请上车。这个，哎呦，嗯，我来导航蒸菜馆。湖南蒸菜馆是吧？嗯。那是赵志龙塑像，那个那是，那不是。啊，我导航，我找了，就是我上次去的那一家。嗯。8.6公里啊，我们一去了，那再完了，我脚又没有地方啊，手又没地方。走。哎，那我的脚往哪放啊？嗯，我看看是不是可以，是不是可以试一下？哎呀，哎，你看现在没有用电了，一样的骑得动啊，弟弟，你看。哇，这么爽啊！你们用电呢？没有啊。哇。现在用电爬坡。哇、哦，那等于说我们随便跑了，这我知道了，我的脚放在后面来了。哦，我脚放进来了。哎呀，那就好啊，我看一下你放了。那个错位。慢点啊。嗯。哎呀，我们今天要去市区玩玩，哇，前面风景真不错啊，大姐。嗯，那就。哎、哦。他们在干嘛？嗯。嗯，他们在拔草。哦，哇，那山脚下居然有个房子。嗯，那边。嗯。老大姐，这就是我上次吃的正宗的湖南蒸菜馆啊，朋友们，这家蒸菜馆非常好吃，你真的，这是正宗的，不是假冒的。我们之前那些可能是假冒的。还有菜吗？还有这么多。我吃一个龙虾啊！好，我从来没吃。他来这里吃过的，来这一口。上次我来打包了的，几个月前。哎呀，这个是苦瓜，我跟你说，我以为是你单单你自己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挑剔的很。嗯。我在这里，我在榆树临风住的时候，在他们家吃过好多次了。哦，这两个丝瓜啊，一个丝瓜，那个不要了吗？刚刚那个什么瓜？好的，嗯、好。我看一下啊，我想搞个什么青菜呀、啊？我反正他去打鱼了嘛，我鱼就只剩下两个了。鱼虾啊？苦瓜不要了。苦瓜，那苦瓜刚才炒的有点老啊。嗯、好吃，我好久没吃苦瓜。点完了。33块。我，哎呀，对。开饭啦！正宗的蒸菜呀、啊、哈。嗯，这个是一个龙虾。嗯。这个是野生鱼。哦。嗯，这个是丝瓜。哦。冬瓜、苦瓜、哦、都呱呱呱、哦、这个是公筷、哦、嗯，吃这虾子啊，哇，太香了，真的，我好多年没吃过虾子了，朋友们，骗你们是小狗，这个虾子必须要搞点啊，这苦瓜也要搞点，哎呀，我喜欢吃的冬瓜也要搞点啊。
你吃。我喜欢吃的鱼。冬瓜是泻火的呀。嗯，好的。哎呀。哎呀呀呀呀！这龙虾好啊。三一根。很脆，咬起来。真的是正宗的，好吃的很。好吃的很嘛。就怕你不喜欢吃辣。又不贵呀、啊。嗯。不贵。不贵啊。对不对，嗯，不天天都给来吃。对呀、啊。嗯，连吃了两天又不贵。你喜欢吃那个，那把那个端过来给你吃，来，你喜欢，那我用了你的公筷夹。嗯，两口一起吃了。来，不盖的，你把壳最好是剥了吃掉，把壳剥了吃了。我几年没吃过龙虾了。那就吃呗。那不要不晚上去宵夜啊？你又不喝八加一，你要喝？你常说你不喝酒的。啊，行了。咋样？好了。嗯，你逗我的。嗯。你说你不喝酒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在你面前不敢喝。什么情况？真的。我好乖的。这就有点尴尬了。不用，筷子掉了，给我捞上来一下。那土啊，是真的的，他说。嗯。老板不在。你认识还放着这么熟悉。这是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的这个地方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啊。嗯，《三国演义》赵子龙大战长坂坡，这不是子龙吗？哦。你看这上面。哦。子龙的妻。嗯。啊。这里发生过什么故事啊，大姐？你去看一下《三国演义》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说，给我说说。那长坂坡。长坂坡，我以前在一个游戏里面好像很熟。在一个三国战记的游戏里面经常出现这个字出现长坂坡这个地名。赵子龙大战长坂坡、哦、救了刘备的儿子蝌蚪，这么有名。对，哇，这地方没来过了，居然。明天和大姐来逛一逛。这是后面建的吧，仿古建筑。地方都还在。哦。说明说。里面没有人。我们准备回露营地了，朋友们，今天。这个房子。早点回去。门都空着那里的。真的假的？都是的。都是门面啊。哪是门面？上面。嗯。上面。阿姐要买西瓜。我是河南的，什么河南？我是到河南段的，啊？河南人的。嗯。到家了。大西瓜，大西瓜搞得快不？小哥。出发。我学会了。啊。我刚刚学了10分钟，就学会了。我刚刚学10分钟。是吗？拜拜。到家了，朋友们，大姐又要吃了啊！对呀、啊，把西瓜干掉啊！哎呀，我在河南省没买多一个西瓜。哎呀，干。这边玩水的人都回家了，都吃饭去了。
店都好安静。这叫洗包，你知道吧？你吃吧。你吃了多久了？我吃饱了，刚刚。你吃哪的？吃一点点啊。我不吃了，大姐。不是你怎么样要吃一点点？我不吃甜的，你帮我吃吧。你吃一口嘛。我去干活了，你吃。这一口我吃。拜拜。我也不吃了。你放到明天吃。你为什么不吃？我不吃西瓜。我不吃甜的，我不吃。尝一点嘛。也不尝，因为我吃饱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饱了我就不用了。我也不吃了。那就放着去吧，明天吃，别浪费。好吧。嗯。刚刚我们才吃过饭，又吃东西，那不行的。怎么放到明天呢？留着我就放到明天，我闻都不闻了。明天如果热你就好吃。开了，我全部割了。也可以放着明天。整了，整了，整了。不吃了，刚刚吃过饭呐，不吃了。小吃。嗯嗯嗯。吃那里那是干嘛？那是干嘛？吃那是干嘛？你那天这糖都慢吞下来几天？那个湖南的那个男的就去了，他就跟我待了三天吧。哇，待了这么多天！啊，我自己在那待了两天嘛。5天呐、啊，我靠！你不去秀草湾吗？去了呀。不是吧？现在呢，秀草湾怎么样？和以前一样吗？就是做的那个游乐场做的，现在都做好了吗？就是我们俩下去的那个矮房子那里，有鸵鸟啊，有游乐场啊。人多吗？人多，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六嘛，就那里去旅游的人就有嘛。也就是我们两个去的那个，你们说那里可以打牌的那个房子，那个里面现在还是老样子嘛。我们走的那个可以打牌的那个房子那里啊，你说呀。那个在古色古香的呀，你那个视频还记得吧？哎，这么古色古香的，就是从那个水上面嘛，这么冷气嘛。这么热，你会吃冷水？跟你一样用冷水冲啊。哦。那晚上还有点凉快，中午就可以热得很。中午我跟你说，就在我。在我那边，我又往你我们俩停车的那么上去的那个位置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俩停车的不是往你我们俩停那个有沙的地方，现在没沙了，现在都是平的了。那个草长得又这么深，那个木头子的吗？我们俩停的有上面很多木桩子那里树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那树现在。那个草长那么高的，树都发芽青了嘛，有一人多高了嘛。那里我也去了嘛。我们那一天不是在那个停车场。如果不走的话，就出现那么多事。对，是不会出现错的。那真的是不能去那里。当时那个情况。当时有沙，我只是。你本来我本来停的在这边大树边上嘛，大树人家现在那里那也补不了，说不定以后再下一个城市一样的。
也有会出现的，它跑不掉的，它这里跑掉了，下一个地方也躲不掉的。因为你有这么一次。你把那个盆子放车下面呢？对呀，把这两个都在车下面。OK， 收工。大姐，我收拾完了，洗完了，准备跟你说晚安了 ，goodbye 了。你呢？晚安啦。你呢？我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乘凉啊，我一个人。还乘凉又不热、啊，晚上有蚊子。因为你今天开车累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好的，那晚安了。晚安。过得白了。